1945年12月25日、トモコ、太陽がすっかり海に沈んだ。これで本当に台湾島が見えなくなってしまった。君はまだあそこに立っているのかい？海角七号是一部2008年出品的爱情电影，由台湾导演魏德胜执导，范逸臣、田中千惠和日本情歌王子中孝介联袂出演。故事发生在依山傍海的台南小镇恒春，男主阿嘉是一名年轻的乐团主唱，但是在台北整整打拼15年之后，始终没能得到市场的认可。一次次挫折与打击之后，他难以再坚持。暴怒之下，在街边狠狠砸坏了伴随多年的吉他，回到家乡恒春。女主游子是一名在台湾留学的日本女孩，毕业后从事模特职业，留在台湾寻找机会，却被经纪公司认为形象过时，不适合当下潮流，一直安排她做打杂和助理的工作。游子内心为此愤愤不平。有一天，公司接到一个宣传任务，游子带着一支青春靓丽的模特队到恒春海边拍摄一组泳装照。身材较好的模特们听说去海边十分兴奋，迫不及待的就开始在车上更换衣服。司机也被车厢里的乍泄春光吸引，时不时从后视镜里窥视，分神中险些酿成一起车祸，还是殃及了骑摩托车的老邮差茂博。他在躲避当中摔断了腿，也就没法当邮差送信了。回家后每天都过得浑浑噩噩的阿嘉，在妈妈的追求者、恒春镇民意代表主席的帮助下，临时顶替茂博成为了一名邮递员。阿嘉打心底里厌恶这份枯燥的工作，第一天上班就迟到了一个小时。此外，不负责任的阿嘉每天将送不完的信件偷偷拿回家里藏着。有一天躺在床上百无聊赖的时候，对一封被退回的包裹有了兴趣，私自拆开包裹后发现了一张照片和七封情书。原来是60多年前日本教师在回程海上写的情书，写给当时约定一起私奔的情人游子。碍于战败的时代背景，日本教师抛下了深爱的他，单独一人返回日本。事过境迁，日本教师去世了，他的女儿整理遗物时发现了这七封情书和泛黄的少女照片，于是将信件寄回台湾，却因恒春郡海角七番地的地址早已过期，只能被退回。因缘巧合之下，阿嘉阅读了这几封情书，窥见了这一段悲伤的爱情。トモコ、許しておくれ。この臆病な僕を。二人のことを決して認めなかった僕を。どんな風に君に惹かれるんだったっけ。君は髪型の規則も破るし、よく僕を怒らせる子だったね。トモコ、君が意地っ張りで、新しいもの好きで。でも、どうしようもないぐらい君に恋をしてしまった。だけど、君がやっと卒業したとき、僕たちは戦争に敗れた。僕は敗戦国の国民だ。貴族のように傲慢だった僕たちは、一瞬にして罪人の首かせをかけられた。貧しい一教師の僕が、どうして民族の罪を背負えよう。時代の宿命は、時代の罪。そして僕は、貧しい教師に過ぎない。君を愛していても、諦めなければならなかった。恒春镇的夏都酒店即将举办一场海滩会，邀请到日本著名歌手中孝介。恒春镇的代表主席怒气冲冲地去找总经理，希望演唱会上本地乐团能有登场的机会。迫于压力，总经理答应了要求。而此时游子正准备返回日本，而他任职的日本经纪公司担心本地乐团演出质量，
让游子留下担任乐团负责人。在镇代表主席的组织下，在横春镇展开了乐团成员的选拔大赛。经过一场混乱且不专业的比赛之后，勉强凑起了一支杂牌乐队。这个临时组建的乐团状况百出，阿嘉仗着资历水平经常指责乐团的队友，而队友们对他不友好的态度自然而然也不能容忍，排练时经常吵闹不休。同时游子也在质疑着阿嘉的创作能力。乐队排练几次之后，队员之间仍然没有默契。不凑巧的事情又发生了，因为一场意外车祸，乐队的贝斯手老马的父亲挂彩了，乐队的排练陷入了停顿的状态。某天阿嘉在家休息时，茂博找到他，并发现了他疏忽职守的事情。为了安抚茂博愤怒的情绪和掩藏事实，镇代表决定让只会弹乐琴的茂博加入队员，成为一名贝斯手。由此因乐队贝斯手换成了更老的茂博当场大发脾气，也对阿嘉越来越不满。回到酒店收拾行李就准备离开，茂博在酒店门口拦住了他，递给他一张喜宴的请柬。由此不忍心拒绝，还是参加镇上的晚宴。晚宴上，在马拉桑酒的催化下，大家纷纷吐露出平常不想被外人知的那些心事。期间游子眼神一直紧紧盯着阿嘉，还尾随着他醉醺醺地走出了会场。借着酒劲，游子大闹阿嘉的家，在阿嘉的怀里倾诉着心中的不满与委屈。那一个晚上，同样事业受挫的两人解开了心结，彼此之间产生了异样的情愫，于是发生了一夜情。第二天早上，早早醒来的游子发现了那七封情书。离开前，他叮嘱阿嘉一定要找到情书的主人。阿嘉发现自己不知不觉中爱上了游子，灵感迸发，写下了《海角七号》这首新歌。随后乐队也传来的好消息，找到了新的贝斯手马拉桑。坚持要参加演出的茂博担任了铃鼓手。距离演唱会日子越来越近，乐队的排练默契越来越好。游子脸上时不时露出微笑，只是会不好意思面对阿嘉。演唱会如期而至，乐队全体成员准备上台演出时，游子无意间从大大妈妈的口中得知那七封情书收件人的地址。演唱会即将开始，游子找到阿嘉，请求他一定要在今天将包裹送到游子女士家中，并提到演唱会结束之后，他就会和日本歌手一同返回日本。阿嘉听说了之后，骑着摩托车飞速将包裹送达到正在聚精会神劳作的老人身旁，将这份横跨60年时空的恋情划上了圆满的句号。而他自己呢，不想再留遗憾，也就是在乐团即将登场表演之前，勇敢地向游子表达了情感。留下来，或者跟你走。演唱会顺利地举行，当地乐队的表演很精彩，现场观众的激情一次又一次被点燃。如果海会说话，如果风爱上沙，如果有些想念遗忘在某个长夏。海角七号的故事很复杂，多个主题纠缠交织在一起。在美丽如画的南台湾恒春，发生了一段60年前的日本教师和学生之间的爱情故事，和一段60年后的阿嘉与游子之间的新恋情。在这两个爱情故事下，又融入独立的小主题，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抗衡与融合，外乡人在异地的孤独和脆弱，客家人的勤奋与执着，愿意无条件当备胎的中年人，老年人不愿退出舞台的执拗，青年人梦想失意和追求，还有新成长的一代，看似繁杂但安排得井然有序。每个观影者在电影里都可以找到他想要的故事。对于追星的影迷来说，本片还有一大惊喜之处，
日本歌星中孝介在本片中也饰演了两个角色，一个是抛下情人回国的日本教师，另一个角色就是本色出演演唱会嘉宾。